平时吃玉米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好奇过一根有多少粒？今天就让我们来帮你解答。一根栗叔叔里面到底有几粒玉米？这个数得来，我们大概晚上端回家。哇，等一下，你在看那个家狗？真的，我人生是多么的没有意义，我才来做这个视频。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解决你们的疑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谁 ？OK Jane。对，这里模仿我。OK Jane。OK。今天我们要实测这个东西，就是一颗玉蜀黍到底有多少？玉蜀黍跟玉米不是一样的吗 ？OK， 我懂了。玉蜀黍是一整只叫玉蜀黍，可是一粒它叫玉米。玉蜀黍又名玉米。OK， 我们要算一根玉蜀黍里面到底有几粒玉米？500粒。500粒。将时间你变成冰。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。我们就是上玉蜀黍。哇，有3粒！哎，不是3根呢。OK， 我们现在呢有大、小、小，这个是中，应该是。大小小，我们先预测吧，一根到底有多少粒？我们先扒开这个吧。拔脱，咦？老实讲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玉蜀黍。没有煮饭的。没有，就是这样熟的玉蜀黍，我是第一次看过。它这个毛的危害。它叫做玉蜀。你又要讲什么？OK， 你这个尾票是？800。800，我大概2000。2000。如果猜错那个，我就一定要有一个惩罚。吃完整根。吃完整根 ，OK， 输家的话就吃完整根。可是我们要怎样数这个玉蜀黍呢？用号码标记，数数一根玉米棒到底有多少颗玉米粒。我知道多少，你数那个，我数这个。OK， 开始啊。好，这个数得来，我们大概晚上端回家。等下我们用马克西了，等下我们要吃哎。等一下，我不用马克，等一下我算一排先，然后我就用99乘法表来算。99乘法表。27、28。一排有43粒，我现在就算它到底有多少排。OK， 17×43，更少吧？等一下，不可能。我大概2000。我算了，这样多才75粒吧。哇，等一下，你在看那个家狗？要数一起来。起来，跟我快点数。下课好，下课好。我算到100哦。OK， 你大概算了，你看这一节100吗？200、300、400、500。暂时将你眼睛闭了，小心啊！转转转！我转哦，转！你这样比我聪明。你继续数。我很甜，你想呢？我想要数啊！我想要接住玉米。我这个玉米。哇！我猜错了。OK， 你这给我。喂，你继续数。OK， 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输了我们继续算这个。对，3排2称。OK， 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Yes， 我从来没有让过女生们，我显得我很不简单们。No， 剪刀石头布。哇，加工赐予我力量吧。剪刀石头布。谢谢啦。这样我们拔完鸟可以做 popcorn 了，很疗愈。葡萄真绝，真绝！我人生是多么的没有意义，我才来做这个实验。不可以讲话，我忘记哦。我人生中没有拔过这么完美的玉米，你看超美。哇，很美嘞，很漂亮啊。你现在玩那个 Squid Game 的那个 game， 你懂吗？那个，其实我找到一个算很快的方法了，我点它就可以了，就我不要嫌号码。如果你不要跟我讲话，我点它。最多如果用九十，我智商不是很好。你不要跟我讲话啊。200、300、400、500、600、700。你这样转。我已经进入状态了。
我怎么想不到？哇，我越来越快了。你帮我解决这个。七二七，来，给我算一个整数先。一百九九一百，一百了二。OK， 三百三，我算到三百。你不要动这个东西啊。很多玉米。超多。你怎么会这样子？输家的话就吃完整根。你已经激发了我的胜负欲，我要换路了。我们有两关，一关是数那个号码最接近，另一关是谁数比较快。我不要。哇！谢谢，谢谢。那 OK 啊，我帮你就帮到这里。看我是到多少？三百哈？是吗？四百。是也是六十，一百粒这里，八七八八八九，哎，我算到这满个边都有音去啊，你看进来一千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，哎，那个满个边给擦掉了，差不多五百多粒了，我已经算好了，你还没有，五百多粒，看下面。我已经骂掉了。这种的就是这里才有，差不多两。差不多了，两百、两百、四百。四百。这应该一百吧？大概啦，大概。大概啦，大概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总结来讲呢，小的是差不多五百，五百粒。大的可能五百多，接近六百这样。可是我好奇，外面卖的那一个 cup 啦，到底有多少粒？这一个呢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四块，玉叔叔这样便宜了。嗯，我买了一 cup， 五块半。OK， 上五块半的过来。你没有汤吃吗？等下可以吃哎。数的是吃这个是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也要数？不然你吃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这样一只汤匙可以十粒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咬多少？我粘住我。我来救命啊！我们就这样。我希望我数学老师看到这一段。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，感觉七十。我们要不要踩五百五？我真的觉得有差不多五百粒，就是一根玉叔叔的分量，八十、九十、一百。我是不是好像越咬越多？一百零一、一百零二、一百零三、一百零三。一百三十，一百四十，有数学老师表示，一百五，不要认你哦。一百七，一百八，怎么有五百嘞？两百，两百五，两百一，两百二，两百三，两百越来越少。你没有发现我越来越少？因为我还没有接近我的数目，我这里就是规则。三百，三百一，三百二，二。三百三，三百四啊，多给你多三百五，三百六，三百七，三百八，三百九，四百，看到没有，接近五百。你让数啊！四百二，四百三，四百四，四百五，四百。你刚才讲多少？四百三吗？四百四。我觉得此时应该有一个掌声啊，来鼓励我们。太棒了，一个玉米差不多五百五样，如果大的话啦，接近六百。然后这商家呢，一个 cup 啊，差不多四百多。总结就是，我们觉得商家还是蛮有良心的。这个 cup 等于小只的那一个。然后，如果你们要带这个实验的话，再看这个影片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订阅、留言还有分享。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惑啊，什么样的实验要我们去实测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我要去吃popcorn了。我再回到数学，认真在做数学题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算的是玉叔叔，不是玉米。玉叔叔。哎，你不要弄乱我嘞！哎呦！啊，太累了。留言还有分享，然后，我都是这样，这一次。